第七题到第九题是题组，丁丁准备了甲乙丙丁四个烧杯，各加入50毫升的水，并在实验前测量各杯中的水温，然后依下列方法加入各物质，再测量一次溶液温度，请回答7到9题。而我们的第七题是问，加入物质后，哪一杯水溶液上升的温度最高？我们看到它的甲加入了氯化钠，我们的乙加入了蔗糖，我们的丙加入了酒精，这些加入都并没有明显的吸热或放热的反应，所以它对水温不太会有影响。而我们的丁加入的是我们的浓硫酸，我们知道浓硫酸加水它本身会放出高热，所以呢它会使得温度上升。因此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加入物质后哪一杯水溶液上升的温度最高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。